我认为心动的信号就是一个人他看着自己喜欢的人眼里冒着星星。一见钟情还是一见钟情高？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可能发生，就是有可能一见钟情，也有可能是日久生情。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感觉。异性最让你心动的部位是什么？眼睛。心动时主动出击还是选择被动？主动出击。你认为自己是小狼狗还是小奶狗？小狼狗跟小奶狗是有什么意思啊？更主动一点还是更腼腆一点？那就是小狼狗。我其实没有太大的设限，就主要看跟他的相处，看感觉。印象最深的一句心动的台词是什么？就是我喜欢你。我觉得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很平实很简单，但你要真正的在你喜欢的人面前，然后看着他的眼睛，告诉他说我喜欢你，我觉得这其实很打动我。更喜欢年少的还是年轻？我觉得就是其实比我大几岁或者是比我小几岁，我觉得我不会去设限，因为我觉得跟人相处都是看感觉的。如果听音乐的话会选择去哪？我想要跟他走遍全世界。